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Houston 房评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占地13个 acre 的大庄园。这个大庄园我为什么介绍呢？就是因为它占地13个 acre， 差不多就是78亩地这样子。然后它里面一共有2栋房子，一栋主别墅，另外一栋是次别墅。这栋次别墅呢，它有一个完整的厅，有2个厨房，有一个卧室，一个洗手间。所以这栋次别墅这完全就是一栋正儿八经的一套房子。那这栋主别墅的居住面积有6000多尺，是非常大的。它整体的占地13个 acre 哈，78亩，售价是175万。这都不是它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房子是没有限制的，它可以做商业，也可以做住宅。所以说，像这种性质的地，它才是178万美金，这就算是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。再加上它的位置比较好，这个房子的位置离高速公路挺近的，而且周边都开发了新的小区，所以对它以后的预期比较好，并且地税比较便宜，170多万的价格只有18000左右的地税，所以它庄园性质的地税就比较好。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，如果您对这个庄园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，关注我微博联系我，我是 JJ， 我们现在看房子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庄园。这个庄园一进来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高挑。左手边是高挑的一个客厅，我这样给您看，您可能觉得它不是高挑，其实您看到它的这个大双开门，你就看得出来，其实它是一个高挑的客厅。挑高基本上通高都是15个feet。这是它的主餐厅。主餐厅的旁边就是厨房，大镶嵌式冰箱都是定制的，厨房是这样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旁边开了一个小窗户，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活动室，你看就是下个国际象棋啊，打个台球啊，或者是之类的。从这个厨房往这边走，就是看到了一个大的主餐厅。主餐厅大落地窗看出去就是外面的院子。我们又回到主餐厅的位置，然后右手边打开门就是看到了主卧。这个主卧真的很大，这个床也是个 king 的床，2米乘2米的那种，所以主卧就非常大，还有一个大飘窗。从主卧这边往这边走就是主卧的洗手间。一进门看到这个洗手间比很多房子的卧室都大，浴缸、化妆台，然后一个非常大的 walk-in 的这种淋浴间，淋浴间双浴头，各种配置就是豪宅的基本配置。当然这个房子的这种豪还不是表现在内部这装修上的豪，它主要是这个大的占地啊，这些位置。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院子。这个房子占地13个 acre， 所以在航拍当中我们会体现这个院子有多大。但是其实这个您走在里面的时候，你是看不到出来它这个院子巨大无比的，很大的泳池。然后从航拍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院子巨大，这我们拍的只不过是房子主别墅的这一部分。整体的这个房子的占地13个 acre 我们可能不太好给您展现出来，但是非常大。这是外面的一个大 patio， 可以在这 party 啊，或者是乘凉啊，在这玩。这些壁炉都是真的壁炉啊，直接可以用的，也可以用天然气的那种。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，二楼从楼上看过来是这样子的。二楼分了左右两边，我们现在先到一上二楼的左手边，这是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其实也算一个放映厅。
然后这是二楼中间部分，这是二楼的另外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就非常帅了，就是次主卧一样，然后洗手间也非常的大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另外一个小别墅，这个小别墅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空间，所以一打开门呢就有这样一个小厨房。这个小别墅甚至可以分开来单独成为一栋房子在卖。然后我们上二楼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像一个 apartment 一样的房间，一个卧室，一个客厅，一个厨房，所以小别墅一共有两个厨房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大房子啦，非常漂亮的大庄园，一进门就是这种大的树，迎宾树，然后就看得到它整体的占地就非常的大，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商住两用。这个房子距离中国城的距离只有26-27分钟，26分钟到中国城。那这个房子距离一个最近的超市差不多是9分钟，一个很大的沃尔玛。这个房子距离学校的距离也非常近，可能就2-3分钟。这是到学校的距离。这个房子周边就是新开的小区，那它周边新开的小区其实就一步之遥，也就2分钟就是新开的小区。